人家俩不听话嘞。全都在你脑子里面。钢珠罗会复仇的。你有感受到太阳的赠礼吗？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枪刀随便取，没有一点胜算。怪物，你的刀刃！我从未刻意带领众人，但我好像是个天生的领袖。要对决吗？你的对手是鬼狐一点。踏出阴影的时候到了。
天元魔军团进攻！外来者，你胆敢踏入大地的领域？这个所在足恐怖，干枯。
了。怪物，你的刀刃！随便去，没有一点胜算。怪物，你的刀刃！我会复仇的。你的对手离开了。